你有年轻，脑子有灵，跟着阮玲浩到现在，一点前途都没有，没意思。跟着我们干，一起荣华富贵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应该是兄弟。我告诉你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想跟混蛋做兄弟。我已经看透你。 我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你们就是利用黎家来骗我。其实你们根本就不敢杀他，是假绑架。看来阮玲浩对你的影响不行，不干掉他，你永远不敢跟我们合作。 我告诉你，我发誓，你要敢动他一下，账户和密码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们。 你敢不说，张总的命杀了他！你敢！我直播，想干什么？放开张总！把枪放下，段工！你敢命令我，我一枪打爆你的头！看到我手里面遥控器了吗？我在船舱底下放了炸药。 只要我手指轻轻摁下去，这船还有你们也包括沙总，统统炸上去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炸弹？放下！再往下，回来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李贵！ 沙利文，叫他们挪到那边去。把那把追上，快去快去！咱们之间有误会，你放心，我肯定给你补偿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先放开我啊！这位小兄弟，你就是岳峰吧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吴志光啊！你还记得老方给你的嘱托吗？咱们俩通过电话，记得吗？ 我想起来了，快手表，快把手表给我吧。对不起，手表让我扔了。手表是老方给我的，你凭什么扔了啊？哎哎哎，你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。手表是让我扔了，但是老方在手表后面指针盘上写的账号和密码，全记在我脑子里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骗你干嘛呀？你不信你问他们呀，他们把我绑掉到船上就是要知道账号和密码。 那快给我！我可以给你，你先让他们把我松绑。段工，给岳峰松绑，松绑，快！哎呀，快给他松绑啊！你干嘛？别动！他是我同伴，他也得松绑。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叫阮玲浩。 是你们边防武警的缉毒参谋，啊，他有身手不能松绑，除非你把账号跟密码写在手机里给我，我可以放你一马。
但是我没有手机啊。这好办呢，关公，把你的手机给岳峰。账户里到底有多少钱？是不是贩毒的钱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只要把账户跟密码写在手机里给我就行了。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，我这个人啊，好奇心强，就爱听故事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账号和密码。再说了，你万一要是个骗子怎么办呀？啊？我要是中了你的圈套，岂不是对不住老方了？咱们又没见过面。账户里确实有巨款。存在瑞士一家银行里，折合人民币足有3亿。哎，问题我回答了，账号跟密码可以告诉我了吗？我可以分你3000万，就当是你帮老方帮我保管手表的酬劳，成交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把我当傻子了。账户里面有3亿，我凭什么只拿3000万啊？你写还是不写？哎，你别激动，你别激动啊！我写。写好了，现在给你吗？行。岳峰，把沙利文绑起来。岳峰，绑结实点。不是光。你把电脑、卫星电话弄得一应俱全，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！你上船就是想弄那3亿来吧？别着急，等我办完正事儿，一件一件跟你算账啊！别着急。没想到吧，沙总，这一次在船上恐怕没退路了。段公，你他妈也得意的太早点了吧。账户跟密码都是假的。炸弹被我拆了，你真的很聪明，我真的很欣赏。从现在开始，谁敢轻举妄动，我绝不手软。大家很清楚我的枪法。老公，你挖空心思把吴志光也弄到船上来，对，是吗？看来你真是想独吞老方这3亿呀、啊，沙总，你错了。吴志光真的要找报仇，他一直偷偷跟着我，我们谁都没发现他。他知道你家三口上船，
偷偷把炸药运上船，要把你家三口炸死。可惜啊，他运气不好，被我发现了，我抓住他，然后我告诉他，老方留下三个亿，就存在外国户头，他受了诱惑，同意和我合作演一场戏，事成之后，我们就分钱。不过他运气不好，岳峰，是你害了他。我看你的运气也没那么好了，段公，你别做梦了，我是不会把账户和密码告诉你。我宁可死，宁可当烈士。我有我的办法。把账户密码告诉我。我作为中国的边防武警，我不会向毒枭屈服的。我告诉你，密码和账户永远都别想知道，绝不说。不说，不说。别参谋，你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不说，下一枪就是他脑袋。不能说。我说，我说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答应我把全船的人都放了，保证不再杀人，我就说。我们现在在大海里，我怎么放人？别开玩笑了。等船开到海外，你们把我带走，把其他人都放了。这点小计谋别想瞒过我，你想拖时间是不是？我说的是真的。我不想再看到其他人为我而死。我说嘛，现在把船上所有人都杀了，从他开始。李家，李家，上哪儿了？把门开了。你又救了二位，爸爸谢谢你啊。我们能不能不再斗下去了？老天有眼，让咱们三个都活着，咱们就不能同舟共济吗？咱们好好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不就是千方百计想要我给你老方留下的那三个亿吗？你们也看到了，我的手下一个一个的背叛我，我已经厌恶打打杀杀了。有了老方这三个亿，我们一家三口，也包括你，就能到海外好好过日子。阮林浩，你我到了这么多年，也该休战了吧？我给你3000万，我让你跟你的家人好好过下半辈子。如果3000万能买回我那些战友的生命，能让我老婆重见光明。岳峰，别再说了，告诉你上，我不会再上你们的当。我们是武警，你是毒贩，我命令你把枪放下。年轻人有理想有原则是好事，可是你别太固执己见了。李家是真心实意的喜欢你，你们俩是多好的一对啊，你们俩应该好好的享受生活。
比较背叛你，伤了你的心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心喜欢他。你闭嘴！我承认，我是爱过他，而且深深的爱过。我从来都没想到他会欺骗我，但是今天，他为了钱出卖我，和你一起去犯罪。 现在已经不值得我去爱了。岳芳，任令浩，马上就要到公海了。到了海外以后，你有的是时间想你和离家的事情。沙利文，你太一厢情愿了。我告诉你，这艘船现在不但在中国的领海内，而且它永远也到不了公海。 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把这艘船设定为 GPS 自动驾驶系统。船长之所以没看出来，是因为我在仪表盘上做了手脚。我把仪表盘和驾驶系统分离了。你胡说！这艘船现在设置的是返回航线，马上就要驶向陆地，马上就要到达中国的港口。上文，你输了。岳芳。 你让我走绝路，我也让你活不成，我打死你！你要杀，就先把我杀了，绝不会让你伤害岳峰。你走开！走开！我真后悔听了你的话，为了一笔卖毒品得来的黑钱，去出卖岳峰。 伤害了那么多人，该死的人是我，不是岳峰。也许这辈子我没有缘分做父亲。怎样保持一颗真挚的灵魂？ 你别逼我！你再逼我，你就是我今生的理由，我也开这个单子的。如果是经历了风雨，我又怎么会笑着说？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，没有你想象中那样满分。但回首一路的风尘，有些。 沙利文，你把头抬起来！抬起来！ 真挚的灵魂，不管时间造物弄人，不管世界无情的残忍。对不起，我不是经历了风雨，我又怎么会笑着说？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，没有你想象中那样满分。但回首一路的风尘，有些。
都成美的尺寸。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笑着背负所有的责任，那些爱是心底涌动的，一旦被你触碰也会激动沸腾。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没有你想象中那样满分，但回首一路的风尘，有些遗憾都成美的珍存。也许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笑着背负所有的责任，那些爱是心底涌动的火焰，激动沸腾。